继鲫鱼涌怪兽大厦旧楼群之后，变形金刚 fans 又有另一个打卡点啦！全球第一个以变形金刚为主题的餐厅，星期日傍晚在铜锣湾罗素街正式开业。餐厅楼高两层，面积大概有5200尺，它的门口正正对住时代广场，人流非常之旺啦！店内的视觉特效设计，超过3米高柯柏文全身像，同埋现场变形面罩试玩，好似进入了环球影城变形金刚主题馆。而餐厅地下同埋一楼都有小食售卖部，主要是以西式快餐为主，包括有汉堡包、薯条、雪糕、饮品同埋炸鸡等等，价钱亦都较为平民化，最低消费30元已经有交易啦。由于第一日开幕的关系，公众可以免费入场而不需要消费，搞到入夜之后人流越来越多，店员都要在门口采取人流管制措施啊。有区议员就指这一间餐厅有望成为本港吸客的新地标，大旺区内受到疫情影响的零售和酒店业，预计5.1黄金周会迎来疫后的新高峰。